大家都知道，自特朗普森上任以来，美国就在全球范围内挑起事端，叙利亚战争历时7年，如今尚未完结，伊朗就再次成为了美国的猎物。而纵观美军近年来在中东战场上的表现，特朗普的三大预兆或许正在警示着未来将有可能爆发的美伊战争。首先，第一，退出伊核协议，这无疑是将伊朗逼向了战争的边缘，为了日后美军推动中东去核化制造借口，而这只是特朗普伊朗政策的第一步棋。